收到农夫山泉会出绿瓶的纯净水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这个一定是它的价格杀手型的一个产品。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它是以搅局为目的的一个流量型的产品。它是拿来做价格战。农夫山泉作为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它去搅局中国的饮用水是不讲武德。商业的逻辑就是让整个渠道链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合理的赚取合理的利润。农夫山泉已经违背了整个商业的一个逻辑，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是得益的。从整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它这个是严重扰乱市场行为的一种举措，我觉得是不可取。